进入游戏选择主角性别，名字随意，后面可以改。三星必中的随意就好，重点是后面的20抽要四星。登入就送必中四星的卷，但是先别抽。点开礼物箱，开服送20抽加必中四星卷一张。点开抽卡，开始刷手抽。10次2700钻，20次5400钻，开服20抽，开始刷手抽。基本上蓝光就是 R 卡，黄光就是 SR 卡，彩光就是 SSR 卡。途中也有可能会变光的颜色，但是很少。10抽04星 SSR 卡，继续抽。出彩光了，但是有可能是记忆宝石。这游戏装备跟角色放在同一池。四星 SSR 希洛单四星可以开局，也可以删掉。建议无氪小氪玩家双四星三四星开局。点右上角拉到最下面，回到主题画面。点右下角 Sup 删除玩家资料，接着就会重复前面刚刚的动作。我们直接进入资料继承环节，点右上角选择资料继承，设定密码加写下继承用 E。这样就绑定好了。荧幕显示的是北美洲地区3只四星开局账号，喜欢的玩家可以拿去使用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